诶，喂，说话听得见吗？说话听得见吗？各位，我现在说话，你们能不能听得见？听不见，说听不见，那肯定就听得见。等一下啊，我拿自己手机看一下。我现在在开户外，我准备去吃东西，然后去拍东西，所以顺便开一下户外，搞一下时长。我拿这个手机看一下。看得见，听得见啊，只是，哎，石头，这怎么拿长一点？怎么搞长一点？这不长吗？好，行，OK，可以，很好。我现在准备出去吃东西。开下户外，今天并没有播太长时间，所以我决定搞一次户外。啊，我现在正在上海的某一个角落，这里有飞机。声音太小啊！声音小吗？这样声音还小啊？放在这个地方，这声音就不小了吧？我在走路啊，所以你们这个打字我可能看不到。感谢十三的飞机，谢谢。来找个地方先吃饭吧，闲逛一下上海。看到了吗？全季酒店。你来狙击我？我在什么地方？你可能不知道吧，不太好狙击吧。哎，声音很小啊！哎，小豆，你看一下我这部是不是讲话声音很小？哎，好冷啊！我们去吃什么呢？到这边看一下。到这边看一下啊，我们随便找个小店吃一下东西。美食广场，我们吃不小，生意不小，生意不小，还可以。行，我们找个地方吃一下东西，吃这个面吧，面怎么样？看有什么好吃的啊？中午在这边吃了，红皮鸭子，上海应该没有。哎，我们就随便找个地方吃吧。泡面啊。泡面没营养，不吃。哎，你们说我这个拿个自拍杆，然后在这个路上，别人会怎么看？会觉得我在干什么？年轻人可能知道我在直播，但年纪大一点的话，可能以为我在自拍，或者在自己给自己摄像，你认为我在旅游，对吧？像个傻屌，我说你像个傻屌，嘿嘿，
好吧，现在我不在家，但是我开户外了啊，你们就不要再说我这个，是吧？一参加活动就不开直播，好几天看不到，对吧？怨声载道，所以我决定出来，反正就开个户外，但是没东西播啊，没东西播，你不要怪我。哎，这个徽菜，徽菜，吹手徽菜，看怎么样？哎，开吹手徽菜，在哪？老板，点菜。这个好像没什么人嘛。点菜，点菜。看一下价格，咸肉扣双笋58。老板，点菜。我在直播，你知道直播吗？知道，知道，直播网红嘛，啊？是不是网红？哦，不是网红，就是直播玩一下。没事没事，直播。对对对，我观众不多，你看一下啊，转一下。好好好，行，哪个平台？哪个平台啊？斗鱼，斗鱼啊，听过吗？对，听过听过。斗啊？鱼一哥一姐嘛，是吧？对对，斗鱼一哥一姐，对，斗鱼主播。哎，推荐一点徽菜，好吧？北京特色是那个，农家地锅鸡，还有那个小鱼贴饼。小鱼什么？小鱼贴饼，农家地锅鸡。行，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你们味道好的话，通过我的直播，会有很多人到你们这来吃。啊，那好的，所以没问题。你给我烧的时候一定要好的，没问烧题。好一点啊。好的。行，那就给我搞一个，你刚推荐什么？农家地锅鸡，还有小鱼贴饼。辣不辣？我不是很能吃辣，有一点点辣，有一一点点点辣。辣。行，那就来你刚刚说的那个。你要哪个？两个都要，两个都要。两个都要。行。您是老板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您是？他打的，后面打杂的。哦，点菜啊，对对对，不烧吧？不烧不烧。不烧啊，好的好的。哎，我也做过这个，你也做过这我个？在餐厅餐饮也做过，做的还可以，领班，那可以可领以。班还可以。两个菜是吧？一个地锅鸡，一个小鱼贴饼。然后再来一个，那个小鱼贴饼上面，那地锅鸡上面也有饼，然后小鱼贴饼上面也有饼。行，冲突，饼有点冲突。饼有点冲突，那你就把饼换掉。要不就给你换个炸鱼堡吧。行，炸鱼堡听你的，小鱼贴饼就不要了。听你的，行，然后再给我来一个。一个鸡，一个鱼，对吧？鸡鱼都有了。再给我来一个牛肉，牛肉有什么推荐的？牛肉那个土豆烧牛肉或者那个水煮牛肉，水煮牛肉也很大份，哪个不辣？不是很辣。不是很辣的，那就土豆烧牛肉。好，土豆烧牛肉，好嘞。行，三个菜，再搞一个汤，汤有紫菜蛋汤、番茄蛋汤，还有那个香菜豆腐羹，紫菜还有蛋酸汤辣吧，汤。紫菜蛋汤吧，紫菜蛋汤是吧？好嘞。行。你们这个还没到上点这个上人的在时候，5:30左右吧。行，你们是徽菜，对对对，徽菜。我徽菜吃的很多，因为我是安徽的，安徽哪里？安徽芜湖。我们师傅就是芜湖的。啊，是吗？对，大师，大师就是芜湖的。是吗？对。能看一下吗？等一会儿，我给你喊他出来哈。好好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行，嘞，就这样上菜一趟啊！吧，上菜一趟，稍等一下。好。搞一杯茶，茶，搞一杯茶喝一下。哎，师傅，你好，你好，听说你是芜湖的，我也芜湖的，我在芜湖这个很多地方，就很多地方，对，我在淄博，淄博，还师傅还懂淄博？不懂，不懂，哦，可以可以，今天你掌勺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对，说。老乡说好一点好，啊，哎，好好那你慢说啊。好，好好，我讲中山桥，他肯定知道，他肯定知道。感谢陈记二彩的飞机，谢谢。
哎，我这个时候来开个连麦会怎么样？我来试一下啊，想着玩儿。哎，这个不就茶吗？哦，白开水，行。在户外吃东西，服务态度就会比较好，你发现了吧？哎，因为这些可能都有，别人就会是吧？服务的比较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玩什么？我在吃饭，不玩。哎，你在哪里啊？好的好的，我在外面吃饭。聊聊天就行了。惩罚没有惩罚。我的惩罚就是吃饭啊、我的惩罚就是吃饭，你的惩罚随便你。行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你长得很标致啊，很标致。我说你，长得很标致。怎么说？玩什么游戏？这是什么茶？这是什么茶？这个是普洱茶，对，知道吧？减不减肥我不知道，普洱茶啊，非常好，这个茶，怎么有点像紫菜汤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在，对对对，我在饭店，我在吃徽菜。徽菜就是，安徽的菜，比如说川菜就是四川的菜，徽菜川菜，明白吧？啊，看来你对吃没什么研究。对对，你说。徽菜的话呢，它不是很辣，它讲，对，它讲究的是这个色香味，知道吧？对，你是哪里人啊？哦，温州。哦，温州。对，芜湖。温州好啊，温州海鲜很多。皮革厂倒闭了。啊，好的好的，看你年纪不大嘛。哎，你这个泡的是紫菜汤吧？怎么是紫菜味道的？哦，不能撒啊啊啊！不能撒啊啊！你刚说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很紧张。有机会去温州啊。啊，去过。侬夜到饭吃了吧？什么？对啊，是啊，侬夜到饭吃过了吧？啊，对啊，
好，你说。你去个涅槃，是不是？你问我吃的是什么？对吧？我听得懂，我听得懂。你好，我浙江话讲的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对吧？对，我会的语言很多很多。英语很简单啊，当然会啊。Good morning, hello, good afternoon。晚上吃了吗？你吃了吗？没有吃。好的，还没上，吃了一点这个小店的特色菜啊。你是学生吗？哦，那你是，你的职业是？过多久了？一两年吧，2年多，你这个形象非常好啊，然后谈吐也非常棒，我觉得你应该以后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主播，会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好的主播。行，你来。听。哦，听不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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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会讲，好会讲。上海话啊，我可能会的语言比较多，就比较乱啊，比较乱。不是，跟朋友。你会什么才艺吗？时间不多了，来个才艺展示吧。好，你要，等一下啊，我先跟你讲啊，我对魔术很有研究，所以你在我面前变魔术的话，我可能会看穿。好，你来。对。行，好。可以，这个变得非常的好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变得很好，很好，不错，我没看出来，很棒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又不错，不错，很有，
很棒，很棒。行，好，很好，变得很好。嗯，行，好，那就先这样啊，时间快到了。嗯，好，还有，对，还有20秒，嗯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行，嗯，好，那感谢啊，那今天先到这里，我吃饭了，嗯，啊，不用惩罚了，不用惩罚了，好，拜拜，哎，拜拜，拜拜，嗯，吃饭，吃饭。吃饭，不连麦了。这个上菜速度不是很快啊，不是很快。我在上海，在上海。5:30了，马上要去现场。我去现场的话，可能就不能开直播了。上海哪里啊？不知道哎。上海哪个区不知道？等会问一下。徐汇区，徐汇区，上海徐汇区。看游戏啊，嗯，现在打不了游戏，菜还没上。哎，我们附近哪几号啊？附近哪几号？打不了游戏哦，现在打不了。我手机马上没电了。哎，师傅，我们菜什么时候有？啊，蛮好啊啊啊，好的好的。这是徐汇区吗？这是闵行区。闵行区，哦，闵行区。哦，七宝老街，好好。感谢孙德胜的飞机，谢谢德胜。德胜今天没直播吗？哎，德胜今天要来上海吗？好像要来吧。你马上到啊！你们马上到。我马上就走了，吃完饭我就走了。哎，水煮那个，那就那要跑。马上走了，马上走了。动物他给拿生理送啊，动物他拿生理送去了啊。别，你们过来我走了，你们过来我就走了啊。太远的同学不要过来了，过来我就走了，对吧？白跑一趟。我在七宝老街。怎么说？有人要过来帮我结账？那行，那可以来一下。哎，看看官人，官人，官人应该去片场了，我不知道。啊，他来了。这个鱼，试一下。
哎，我拿这个不好吃，不方便吃。这不好拿吧？你来拿吧。你坐这边，你坐这边看。这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怎么办呢？慢点。睡了。吃一下，搞一下这个一条鱼吃一下啊！吃什么鱼啊？炸鱼堡。炸鱼堡。小炸鱼。哦。炸鱼。虾的。哦，有点辣。有点辣。把这放在里面，把什么放？拿。快，你先。我咋我还没耍嘞？好，可以，就放这个地方，很好。炸鱼堡，小鱼，但有点辣，我不能吃辣。不是很能吃辣。嗯，这个鱼很多刺。看菜啊，那就是个小鱼。哎呀，卡住了。很帅，熊二说多帅，说我很帅。吃的这个鱼，老板推荐的，感谢安稳的飞机，谢谢。我被这个小刺卡住了。这个鱼刺好多、啊。充电宝，可以。怎么连啊？说的不连还连啊？再送你，再送你，来吧，再送你。来，薛老师啊，薛老师应该去片场了，等我过去的话，看能不能找到他。店名叫什么？怎么说？你们真有人过来？过来蹭我饭？好，又来了一个。地锅鸡。好，这什么？地锅鸡。地锅鸡。地锅鸡。
有点辣。七块。哎，味道还不错，味道很好，就是我不太能吃辣。这个鱼味道也不错，像这种菜喝酒很好。看一下菜，不方便，就是拿起来有点不方便。你们不要过来找我了，因为我等会就走了，知道吧？你白跑一趟干嘛呢？大老远的，喝酒不能喝，因为第一个呢晚上要拍节目，第二个直播喝酒肯定不太好啊，我们就吃吃菜就可以了。官人还不在，官人应该去现场了吧？我等会也要去，还没去呢，不急。味道可以啊，可以，味道不错。很辣，然后呢很鲜，这个鸡的肉质肉感很好，很新鲜。然后咸度也控制得非常不错啊，偏咸一点点，但是这个感觉不错啊。如果能来一两小酒就更棒，但不合适。我别跑，你马上到，你要吃到我破产。行，你来，你吃，我买单，不用跟我客气啊。你要能在我吃完的时间内你能赶到，你随便吃，我买单，怎么样？周淑宇啊，不知道，没有联系他，应该去现场了吧？妈，等会就会在那边集合。味道很棒，再来个大鸡腿，啊，大鸡腿，来一个。这个叫什么鸡？这道菜，我给它地锅鸡，我给它8分。这个鱼我只能给7分。这个鸡味道很好，这个鱼味道也不错，但是呢，它里面的这个鲜味啊不够。好。
感谢鄂西北妖王的飞机，谢谢。土豆烧牛肉，好，来，可以。土豆烧牛肉，看一下。嗯，可以。很劲道，带点微辣，咬开之后。有一股牛肉香气扑鼻而来，这个给8.5分，我要吃个土豆看一下，土豆一定要烧得烂，要入味啊。土豆不是很烂，并没有像那种棉花糖的感觉啊。我喝的是乌龙茶。有鸡，有鱼，有牛肉，乌龙茶，不是普洱，搞错，我以为是普洱。这时候要来一碗米饭，没错，来碗米饭。感谢大花喵喵的水晶，感谢官人的飞机，还是官人吗？我爱我的官人，不是吧？感谢我的官人的两个飞机，官人啊，官人不是这个爱情。吃饱，吃饱，准备这个去录节目。今天晚上，啊，算了，我不能跟你们讲节目内容，不好，不能那个，不能说，不能说。哎，小哥，味道不错，味道不错，很好，哎。这个牛肉和鸡不错，鱼也还可以。但是最好吃的是这个牛肉。感谢真不捞送上的飞机，小哥不认识我，但是很快就认识了。米饭，我这次过来录节目的。
我是综艺大咖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别的说的认为我有点毛病。啊，方来了。嗯。你玩游戏吗，小哥？很少。不玩游戏。偶尔吃吃鸡。玩吃鸡啊？英雄联盟玩吗？不玩。不玩。但知道这个游戏。知道知道。我是这个游戏的，就是最顶端的那些玩家。哇塞，那可以。啊、最顶端的。啊，就是直播玩那个是吧？对，最顶端的那一批玩家。拿不行，好吧。这时候吃饭的时候应该要来两根萝卜条，加一口，加一碟咸菜，知道吧？哎，很舒服。红皮鸭子已经很久没吃了，上次不是说不吃吗？大排档这种店，这种碗小碗都是这种小碗，这个小碗年轻的时候我能吃八碗，现在的话吃它个两三碗。摄影不要看，太大了。我跟他讲回转烧他就认识了，差不多。嗯，我跟他讲英雄联盟他可能不懂。哎，小哥，小哥你好。哎，那个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回手掏？没有。网上有没有听过回手掏？没有，没听过。关键是没有时间玩。啊，明白。好，成白。毫无反面，很烦。嗯，味道可以，再来一碗。但这个鱼不能吃饭，吃饭会容易卡喉咙。再来一点土豆牛肉。这小哥有点烦我，我跟这个小哥交流的时候，我能够感受到他有点烦我，可能我话太多了。感谢利亚的大火箭，谢谢。还有，感谢啊，非常感谢。你的，你长得很标志啊，然后谈吐很棒，然后魔术变得也非常的不错啊，很好。感谢潘森国魔的三个飞机，谢谢。
我在吃饭。啊，都是的。啊，有人来了，他们说有人在拍照，应该是水友，但是他并不好意思进来。老板，在拍照，他把门头照拍下来，都看到了。哎，小哥，你好。你是来狙击的啊？你是来狙击的？没有，就在旁边。哦，正好在旁边看我直播。来来，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。你经常看我直播？看，经常，我们都在聊你，还有朋友告诉我的。然后你就过来了？对，因为我就在旁边，拍得够了。可以可以。给我观众看一下。啊，给我跟我观众打个招呼。啊，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，行 ，OK。马叔拍个照呗，好吧？行，没问题啊。晚上吃了吗？我自拍行吗？嗯，好的啊。你晚上吃了吗？我们还没下班，我们在旁边做华为的，还在这里。卖手机。不是卖手机，我们做华为售后的。售后。可以。哎，没事，聊一下。正好我在直播。还上班吗？六点钟下班。啊，看到你们，觉得我很近，就在这旁边，走了五分钟就到了。你打游戏吗？打呀，打游戏，资深撸友好吧？什么？我说我是资深撸友，资深撸友，从 S 号就开始了。我直播你关注了？关注了，一直关注你啊。行好。老早以前我都是看开哥的，我们见面也是缘分。而且我也是芜湖的。你也是芜湖的？对。你芜湖哪里的？芜围。芜围啊！我中山桥一八。那个回去看我直播。肯定一直看边。送个飞机，可以，可以，我说，好，行，那么，好好，你去吧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，飞机不用送的啊，开玩笑，好，等晚上你要有什么活动，你打我，好好，你去啊，好，好，你们说，好好好啊。感谢袜子的飞机，谢谢。谢谢袜子，今天没播游戏啊，先播户外。等下我把饭吃好。好，行，吃完了，嗯，喝口汤准备吃。你叫个车。好。去片场了，现在几点？现在5:50。现在过去了。舒怡啊，舒怡没有跟我在一起，她应该在片场。下海，我开户外怎么就？感谢第一雷克顿的飞机，感谢神港澳第一雷克顿啊，谢谢。去网吧来不及了。好烫。我的保养，我们呢？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？适合呢？我们这种的。
行，说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。把这个挂的，那个了。我靠，这飞机飞得有点低啊！就在头上。是我的眼。嗯。怎么可能不买单？我不买单我就跑啊！那我不成是吧？霸王餐了，霸王餐。好的，上哪了？几分钟？多少时间？请我吃饭。准备撤啊！我们去现场。到了现场的话，可能我就要把直播关掉了，因为不能播，不能播。情话多说一点，想你多看一眼，多一眼心更情愿，爱你。在闵行区，闵行区，然后这个七宝老街，但是我要走了啊，我要走了，你们逮不到我，我撤了。小九啊，小九在现场吧，在现场，嗯，没声音。行，我不戴耳机了，戴耳机你们那个听不到，这样你们应该听得到吧？开个户外还是对？还是挺好的，对身体有益，因为我天天坐着打游戏，对吧，又不动，非常的不好，开个户外没事干走一走，运动运动非常好。但是呢，这个直播内容很成问题，不知道播什么啊。现在就挂，这个角度很帅，但是很累。哎，我这个怎么？这是哎，我不能这样子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就是怎么样？我怎么样舒服？这样子，然后能照到我？不可以，不行，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。啊，叫个车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，我们去现场。嗯，阿拉在上海，上海七宝街，怎么讲？这个，啊，这个，啊，走，啊，滴滴的，哦，好，滴滴打车，我们没叫，不是的，我叫了一个，行，好，打车了，滴，我很烦，七宝街，你知道吗？七宝街。我要去片场，准备拍摄节目。那么片场呢，会有很多的嘉宾。比如说，周淑怡，
啊，九哥哥，志勋，啊，对吧？很多啊，阿冷，余霜，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并不能开户外啊，所以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可能会把里面的内容给拍摄下来。哎，牛蛙小天能不能开户外？小一能不能开户外？小天，哦，就是拍到他里面动时有没有问题？应该是有问题。你问一下，你问一下。感谢悠悠亚的飞机，谢谢。感谢悠悠亚。什么？什么奇迹卡？什么意思啊？下来了。下来了，下来了。你发如雪，这时候我应该搞个麦克风唱一下歌，边走边唱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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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我们从那边一路跑，幸亏你没打上车。哦，你们是学生吗？是的。你们是来？我看到朋友圈里面啊，有人说马老师在七宝，我说啊哪个马老师？他说你是不是傻？哪个马老师？我说。在哪里？在西堡自己找，然后我们就看你直播在哪里吃饭，哦，就在那边找。可以，辛苦辛苦。你们是学生？对的。你们看我直播？看。这次过来狙击我？是。过来找我？我们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但是我那个，很累很累。来，你来你来啊，给他休息一会儿。本来我们是来这里，就是。哦，车来了。车来。好，没事。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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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撤了啊，撤了是撤了。没事。行，下次有缘再见。OK， 好， okay, 有什么有什么心里话到我直播间，用飞机跟我交流。OK， 好，再见。哎，哎，我坐前面，我坐前面，我坐前面。哎，逮到了，逮到了。你好，师傅你好。哎，我在直播，没事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老板逮到，应该没问题啊。火不火啊？不是很粉丝多不多啊？粉丝不是很多，不是很多，不是很多。对，就是你是哪个平台的直播？斗鱼。斗鱼的啊，哦，对，斗鱼了解。对，我是斗鱼的颜值板块主播。哦，颜值你懂了？明白，明白。就是要靠长相，哎，吃饭的那种主播。明白啊，行。好。嗯，我是阿里宁的。我是安徽人。哎呦，安徽哪里？安徽寿县。寿县。嗯，我是芜湖。芜湖啊，老乡。芜湖老乡。嗯，芜湖师大。啊，对对对，在上海漂泊几年？十一年，十年，十一年，哇！安全带系一下啊！好啊，好，安全带，完整好。开车辛苦啊！辛苦，辛苦。一天开多少个小时？十二个小时到十四个小时。哇，开这么久啊？嗯。我们这次我这次过来是这个顺便拍节目。拍什么节目？拍综艺。综艺你知道吧？就比如说就是聊跑男啊，聊聊哎，极限挑战啊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应该知道啊。知道。哎，对，我就是拍这种，看过啊。看过。但是并没有看到我。斗鱼不怎么玩的，刷抖音刷的比较多啊。行。哎，你可以了解一下我。好啊，好啊。你去，你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到去斗鱼啊，下载一个斗鱼，然后你搜索一下。嗯嗯。金牌拱 C。金牌什么？金牌拱 C。拱 C。拱。C。哪个拱？就你随便打，你金牌打出来就应该就有了。金牌拱 C。啊，好嘞。嗯。但一般叫我哎，师傅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
你刷抖音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就回首掏，听过听过、嗯、啊，就是回首掏，轨道一开看不见，走位、嗯、听过，走位走位，哎，走位走位，抖音上有、嗯、听过啊，过，嗯，那个很搞笑，什么意思呢，什么意思啊，嗯，他这个意思，他这个话出自于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主播，他呢就是在打游戏，嗯，打游戏的时候呢，他就说了，说这个回首掏，回首掏的意思呢就是回头，这么一掏，这个掏的意思就是打他一下，哎，然后呢就这个话语呢在网上就比较流传，就这个意思，可能你不太了解这个出处，知道吧？这出处我不知道。对对对，那你这么一解释，我大概明白。是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这个游戏主播，很强，游戏打得很好。嗯，就是反杀嘛，哎，反杀，哎，反杀，对。晚上吃了吗？还没，还没啊。嗯、辛苦啊，我们开车辛苦。这个怎么样？一天收益如何？一天收益还行吧？还行。嗯嗯，反正存的下来也有五六百块钱吧。五六百，十二个小时，一个月有个一万多，一万多，小两万不到，嗯啊，那这个马上过年了，不回去过年，还要再玩几天，还要再玩几天，对，嗯，挺辛苦的。结婚了吧？结了，啊，老婆孩子在老家，都在这边，哦，都在这里啊，嗯，那可以啊，在上海的话压力有点大吧？有一点的，啊，那这个。上海房价好像很高，对，你们房价那是天价。你们买了吗？我们在老家买的。啊，在这里租，对，租在这里租房价啊，就现在就稳定在上海了，已经十几年了啊。对，可以结婚了，老家买的房子。上海好，上海吃喝玩都非常好，当然啊，它这个消费水平也高，消费水平也高，嗯，所以竞争会比较激烈，但是呢它这个机会会很多，机会很多。师傅你开车，我不打扰你了啊，不打扰你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但是我在直播，所以我就交流了一下，对，我怕不打扰你开车。哎，我打扰一下，就说那个会场是不可以拍的，是不是说在休息室？好，行， OK。露天啥意思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这个不是不是，他这个车子的声音，车子声音不是，车子声音不是电流，这个路上有点颠簸。车的声音，车的声音，你看又来了。哎，我们还有多久到？是吧？快了，快了，几分钟，几分钟。然后你把新的车型。什么响？没有响，不是气的声音。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，有时又怀念当初已经改变。说我听过没有？听过。看到迷茫就回头看看，也谢谢你们常带我再来看看。听过没有？这个没有。这个没有。听一下，很好，这个歌很好听，著名歌手的，对，叫正方形的圆。这个说话听得见吧？这个听得见吧？这个没噪音了。
心啊，人家师傅在开车，这个不好，容易分神的啊。开车不说话，说话不开车啊，是吧，师傅？啊，也还好像你们老司机的话，其实还好，嗯，是吧？对，哎，麦克风拿近一点，近一点小，开慢一点，它还好。我们这个得拍很晚，安全第一啊，安全第一，对，没错。声音还小啊，哎，算了，那我把这个拿了吧。这个啊，这可能有问题。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隧道过了之后应该就快到了。天比较黑啊，大家看不清楚。不是电流，车的声音。今天录制现场是肯定不能拍的，知道吧？因为拍的话你们就知道是就曝光了，录制现场不可以啊。这个是不是有灯吗？灯，哎，好好好，这个很好。感谢小千云寿的棒棒糖，有人给我送礼物。感谢王导的办卡，谢谢，感谢王导，感谢袜子的星星，感谢吃鸡的办卡，夏木来吃鸡，是不大概多久？还有三分钟，就转个弯前面的。好好，嗯。我不少观众给我在送礼物，嗯，对对对，嗯，他们主要平常就，嗯，比较喜欢看我直播，因为他们觉得我长得比较帅。有多少粉丝？粉丝还不是很多，嗯。感谢十六字的饭卡，谢谢。马上到了，嗯，还有几分钟，三分钟。没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啊，没加入粉丝团的可以加入一下粉丝团。感谢大老虎，感谢期待你，谢谢。师傅，你要是这个开车啊，嗯，我不知道你们这开车可以搞个这个直播也播一播，哎。
一般不行的，一般不行的。对，哦，对，开车它对会有乘客，还有就是你开车直播的话，可能容易分神啊，对，哎，不太好。你开了十几年车，还是没有啊？没有，我驾龄只有五年的。啊，驾龄五年，嗯。感谢夏姆来吃鸡的飞机，谢谢。这个飞机，感谢刘优秀的飞机，谢谢。我们这个礼物它是飞机，那个飞机厉害了。哎，飞机还有这个火箭，嗯，大火箭、超火箭，啊，它这个礼物不一样。拍的时候呢，我就不能开直播了啊，我就要关了，不能开。感谢九日阳的飞机，谢谢。感谢小太阳的饭卡，谢谢。这个也是闵行区啊，啊是闵行区，闵行区，上海好大，上海好大，空调飞机到了是吧？对，到了，好，好，行，师傅，那我们有缘再见，好，啊，好，辛苦啊，辛苦，辛苦，再见，好，哎，好，哎。金牌拱 C， 哎，金牌拱 C， 哎，你可以收一下金牌拱 C。哎呦，金牌拱 C， 金牌拱 C， 一到目的地。银树，哎呦，要不得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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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师傅在我下车的时候问了一下金牌广西，我回去说一下。哎，嘿嘿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又结识了一个，是吧？啊，好朋友，一位观众。大大迷茫就回头看看。谢谢你们常带我再来看看，我也想带你们一起看看到那更高的地方。我什么时候能够拉路人给他唱这首歌，他知道是什么歌名，就说明我是一名歌手，知道吧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谁有？谁？你是谁的谁有？是你的。我的谁有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马老师。哎，你好，谢谢。行，你是来干什么的？你是来干嘛的？我在这里上班。哦，在这里上班，很巧啊。行，那我去忙了啊。好。我也想带你们一起看看到那更高的地方，一起看看，一起看看。到了到了，看你麻痹戒指吗？看你复活。
看你传送。感谢老张的大丸子，谢谢老张，谢谢南京一霸。没错，超越吧英雄，超越吧英雄，最后一期有请著名歌手芜湖大司马。在哪边啊？到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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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从两只车，我打电话给他叫。哎，问一下，叫什么？叫什么地方？我外边了。就刚才我们刚才走过一个也快得很。不是。他人呢？他人呢？但我这边我认得，我叫他回来。你确定？哎，确定。在哪呀？就这个楼。哦，就这个楼。对，哎，东哥，你回来吧，我们云路返回。哎，我们今天下午不得那个。我有病啊！我没有啊！等会儿我们先去休息室，休息室是可以开户外的啊，但我不能乱跑。等到了休息室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主播，很多主播啊，很多多余的主播，我们就可以聊聊天，等待节目的拍摄，好吧？感谢就是你最皮的飞机，谢谢。哪边？前面。怎么样？这个楼看上去如何？很好看，星光璀璨，星光璀璨。哎呦，有点冷。哟，这个东西好看吗？看一下。怎么样？哎，它怎么不亮了？它怎么不亮了？哦，亮了。哇，这个东西好像很壮观。这什么东西？你能上去吗？哎，官人。哎，你好，我在开直播。哦，怎么说？要不要露一下？行。Hello? 官人，啊，我们不是要看官人吗？啊，刚好路过。什么时候到的？哦，我刚到的，我刚到的。刚到。刚到。对，好，看来结果太大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预计要几点？不用知道。不用知道，就直接拍。就随便你操控，随便你们支配，是这个意思。现在你讲话太清晰了。啊，没有没有。哎，小天，那个我开户外哪些地方不能拍？你要跟我讲一下。你稍等一下，你先在外面播一下。我先播是吧？那总要进去，不然外面很冷。你稍等一下嘛。稍等一下，
要不要露个脸？我不要。啊，不要。啊。看看舒怡啊，那还不知道在哪儿。是在这里面吗？这个地方叫什么？叫虹桥天地购物中心。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看上去还是非常的繁华，人流量很大。我可以这个时候来一个街头魔术。路上行人来来往往，我可以随便找一个人，然后表演个魔术给他看，就是你们经常在电视看到的那种街景，魔术师拉一个路人表演个魔术给他看，怎么样？想不想看？想看，但我不变。感觉会很捞，算了。怎么说，小莲？能进去吗？稍等一下。发现自己的形象并不是很好，这一点让我很烦，这一点让我不想变魔术，不想与人交流，有点自闭，因为让我没有自信，知道吧？让我没有信心，很烦。透过这个屏幕看到我自己，感觉很捞。如果我要是在路上遇到这样的一个人，我可能并不想理他。老的一是真的车，很烦，要打扮一下啊。感谢10000公里的牛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感谢牛兄，感谢缅桂花的水晶。哎，这里有一条鱼，条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哦，食人花车，食人花车，食人花车，这个啊，好。看一下前面，哟，可以进去。对面还有那个，没开门。看一下，这能开吗？好像不太好，这个不太好，算了，没人在。啊，好了，行，走。感谢本本侠的飞机，谢谢本本侠。走。哎，好，我们要去片场了啊，这个时候要正经一点了，要该帅的时候要帅了啊。这里能拍吗？可以拍是吧？行，那我就啊。什么？哦，我在开着直播在。哪些不能拍你跟我讲，我就把关了啊。来，你好，要不要跟我观众打个招呼？就帮我拉一下票，比如说，哎，这个大司马，我好朋友，给他送个飞机。
导演，晚上 ID 的那个导演，我们知道了吗？不知道呀、啊。不是说腾讯的人说什么？没有啊。我在直播。没事，就这个意思。我在直播。好，我懂。对对对，嗯，心里有数。心里有数。OK。哈哈哈哈哈。哎，关人。干嘛？有没有拍你们？怎么说？怎么了？不能拍。对啊，我要带上其他选手。啊？这样的？嗯、选手不能带？选手不能入？那我就关了呀。那上去不全是选手吗？你这样带去没有选手的地方。没有人的地方。对啊。没事没事，真不行就关了吧，别给你们制造麻烦。为什么人知道？啊？给你们制造。不要给你们制造麻烦。你说呢？那你要是可以的话，哎，我只是这么一说，你当真啊？带我上去。还是要开的呀，我们毕竟是主播嘛，你在外面还是要开直播的呀，对吧？你开个直播呀？什么？吃播。刚刚吃好过来，我要丰富我的直播内容。作为一个合格的主播，一定要内容要丰富，对吧？那我就好。不能拍选手，拍选手不好啊，因为你们就知道了有哪些选手来参与。其实你们肯定也能知道，但是节目组呢就觉得说不要拍啊，会好一点。好，来了，这么多人吗？好，好好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，我在直播，好了，啊，在直播，对对，这信号不太好，这信号会断。行。要不要就打个招呼什么的？我不用，不太会播。这样子一下子流量又上去了，我觉得。跟一般人长得不一样。四楼。你时间是？就在这。我们在四楼是吧？行啊，好，行行，好，我们我就在四楼是吧？我就在四楼是吧？有信号了吗？有信号了吗？有信号了吗？信号不太好，在直播，对。我在这里面是吗？有人吗？马上啊！你在这儿，他很对的，你们到底是？不是，我没有经过别人同意，我开的直播不太好。是吧，我还是一个人，对对对，万一别人又没化妆什么的，要化妆啊，或者要那个采访，对，我还是一个人嘛。隔壁，对，一个人好一点。有东西的房间。好，行，那我这边没有人跟我互动怎么办？啊，你需要找什么？随便滴就有啊、行，好。何冰，啊，没有，我吃过了。自己应该可以。我要不要叫小田？没事，他对，应该没事。我一个人可以，不用麻烦，不用麻烦。您是工
有很多主播，外面有很多主播，但是这个好像不能拍吧，他们这个导演组不让拍，你这个拍不太好。其实我觉得可以拍，说实话，因为他们就是考虑到，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拍有谁在，对吧，啊，那你就知道了，下一期会有谁，会有谁，对吧，就会导致你没有那种，对吧，就剧透，这不太好啊。很卡，很卡吗？我可以把别的主播叫过来。嗯，怎么说？这里没有人。你搞点主播过来互动一下。不行，不能。没事，我没拍，我拍我自己的。拍没拍你？对。主播不能互动。我有，我有。小田，主播不能互动，不能跟主播互动。为什么？不好，啊，行，不说了，好好，不说了，嗯，行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一个人自娱自乐，好吧？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个才艺，给大家表演个魔术。来，过来帮个忙。像我就这点好，像我就这点好，多才多艺，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可以直播。好，现在看到这个吧。对，这个吧。对。嗯。那么，感谢抓板板翔送上的。你看姓谁啊？大蛮星。那个，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个才艺。就是魔术，那么作为一个魔术，看好啊！现在我把这个橘子这样放，对吧？这里有一个，嗯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啊，这里有个橘子，这里有个橘子，对吧？看好了啊，嗯。橘子这么一没了，在这里，人称鬼手，斗鱼鬼手。硬币，好，来一个，怎么样？没有，那算了，我关了吧。太卡了，我关了吧。太卡了，那我先这样啊，关了，不播了，太卡了。